今天是2月6号，10天前育的番茄种子现在开始破土出芽了。这批种子是我用我2017年收集的番茄种子无意中翻找出来，我也不确定出芽率怎么样，所以第一次试一试，从现在看应该是出芽率还是不错的。种子当然是越新也是越新鲜的越好，育出来的苗会越多越壮实。我种了育了有20多颗，现在看应该出芽率还是不错，后面可能陆续还会出一些。我这批苗是给暖棚用，如果种番茄种在室外种在露天的话，应该是不需要这么早育苗，甚至还可以再等一等。我后面陆续也会继续育第二批第三批的番茄苗，不同品种的番茄苗，到时候也会录下来留作纪念。